没有吃麻吉而已，麻吉跟芋头酥。我没有吃到芋头酥啊，他那边没有，就是你可以叫老板切啊。不要。陈老板，这个吃起来怎么样？什么口味？吃蟋蟀，芋头口味吧。吃蟋蟀吗？真的好，都吃蟋蟀吗？吃蟋蟀哦，啊，真的吗？我看会停的，一人吃一只嘛，一人吃一只啊，真的假的？走啊走啊，怕什么？哦，要走要走，好。有没有看到蟋蟀、蚕蛹、蚂蚁、斑蚱？哦，观光客在照相呢，哦，观光客呢，哦，哦，观光客在照相呢。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一整盘的蟋蟀，一只一只的蟋蟀，蚕蛹、蚂蚁卷。观光客在照相，观光客在照相。龙虾、螃蟹，哦，好多吃的，还有香肠，哦，还有漂亮的老板娘。哦，远远的看像蟑螂，近看也像蟑螂，也蛮好吃。Man， 哇天哪天哪！哎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吃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？有听没有？靠！等一下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吃蚂蚁，要找个地方刻蚂蚁。哎，我现在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旁边那种贵，金价大贵，那个好贵啊！要这样看吗？好贵，你就买小盒的30块钱。第二轮能进啊？就给芋头，太好了。小杨，嘿，惊悚的表情。它里面什么？小杨说是气死。哎，没有啊，那个是番薯。番薯哦，含机枪。好外星人呐！我先吃。那看你们先吃什么？先吃肉。先吃蚂蚁卷吗？好，蚂蚁卷一人咬一口。是蚂蚁卷，那是蚂蚁卷。我要开始吃了，快一口，快一口气就把。没有，要咬一半，然后拿出来看。咬一半太恐怖了，要拿出来看。哦、你看到？你们看到？有。我操！我操！它里面是什么？蚂蚁跟芝麻。那是高压咖喱吧？那是老板放到生蚂蚁的时候那拿去炸的吧？哎呦，这没什么，为什么那么怕呢？哦欸、嗯。你就不能吃点正常一点的东西？哎呦，这长蚂蚁了，出来卖！我要吃哦，现在手扭到，一个手扭到一个脖子。放大放大。阿姨掉。那你要介绍一下呀？这个是假仙明蝉，蚂蚁卷。好可爱哦！里面放的是红蚂蚁，就是组成。蚂蚁还有本在边，然后有高压造型。也是你高压，组成的三蚂蚁。下一边。好吃的，等一下口感怎样？高蛋白质哦，高蛋白质，再高钙哦，再高钙哦，价也高钙。好，小杨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我讲不出什么话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黑色的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有，不要讲。黑色的这个，那是桶啊，那个就是蚂蚁。看到没有？芝麻跟蚂蚁。里面黑黑的这个，不要以为它都是芝麻哦，它都是蚂蚁。再吃一口，来东升价，东升价，24期无期分分期，要买要快。导播导播，现在限几分钟？好，五分钟，做五分钟，剩下五只，剩下五只蚂蚁。哎，25块，这样一个多少钱？因为蟋蟀比较贵吧？嗯，蟋蟀比较难抓、啊，对吧、啊？接下来剩下蟋蟀了。哦，只能一只，其实算比较恐怖。哎、欸，先抓一只出来看一下，你看它死得好惨，它看起来像蟑螂，闻起来像蟑螂，吃起来像蟑螂。其实它是把蟑螂剪掉翅膀的蟑螂。它身上背着一条那个火箭筒，它是这样跳，对跳，对，外星人。哎、欸，这测光会背光。这是外星人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来，谁要先吃？想什么敢啊？想来先吃好了。
我们要怎么吃？要吃要先咬头还是先咬身体，还是一口咬下去？我会一口气咬下去。先问他好了。要先。我想一口气咬下去就好了。我先吃腿好了。好，我先吃。快快。你的目标先放在那里。耶。一口咬吗？看你啊。我想一口咬啊，那你慢慢吃啊，我一口咬。先咬，先咬头。哎呦，给他抓啊！哎呦，里面有东西吗？里面有什么？空空的，空的，嗯，炸酥了，哦，好恐怖哦，不会有气就吧，来换小羊，哟，可以没了，很扎波啊，以后还要把妹了嘞，就是美味呢，你要靠着吃蟋蟀把妹，硬的，哦，哦，是哟，是哟，脆脆的，好，这只就把它放生好了，好。这是薯条是不是，嗯，那个韩吉香。你要不要吃牛奶？然后嗯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还是把韩吉吃掉。吃下头。哎呦，我不要咬掉。哎呦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毛毛的，好复杂。它的脚会刺刺的哦。嗯。啊啊一下啊一下。啊。我看船台。哇！哎，结果没有买泳，是？我们没有买泳。哦，结果没买泳。买下去有50块了。也对啦，终于吃完。哦。嗯，你要撑骨了？好刺哦。那不是牙签呢？那是哎，他还可以挑骨头。好听哦。第一次看到吃蟋蟀挑骨头的。幸好有放九层塔，九层塔味道还蛮重的。哎，你要吃肉，意犹未尽的日。啊。好不好吃？这样会不会帮助你把妹？应该是没什么帮助。高蛋白质哎、欸，高蛋白质跟钙没关系耶、欸。高钙哦、喔，高钙还有高钙哦、喔，高钙是高钙哦、喔，也许可以考虑。一天晚上吃一只就可以高钙。对对对，那我可以吃9只嘛。我好屌嘞！好吃哦。好吃。跟你说买饮料啊啊啊水。水。你那热带来丢。现在时间12:10，离预计的时间有一点晚，等一下要直接冲到宝来，在宝来吃午餐。宝来吃午餐，哎，宝来吃午餐，我们就可以吃山猪肉。就宝来也是卖这种东西有办法。宝来有那个山猪肝。竹筒饭山猪肉是不是？哎、嗯，进、欸、去要付什么门票费的吗？有吗？没有啦，我们没有进去。那是那个嘛，宝来是一个区块啦，温泉对。什么原住民乡？我们应该不会进去，我们只是经过而已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凉亭，很热，外面很热。终于，恐怖事件终于告一段落了。嗯。哎，吐。很轻哦。好了，等一下准备出发了，还要喝水喝 OK 了吗？可以跳吗？跳啊！还要跳是不是？哎，啊，小一二三跳。